个黑发女仆，个金发女仆，绿宝石可以干嘛？绿宝石可以做宝特瓶。大兔兔，我天啊，这女仆跑到奇怪地方去了。哇天啊，你怎么上来的？带两个女仆去逛街喽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！我的天啊！我女仆吃了一堆糖，不知道她发生什么事了。你被什么揍了？吃一堆糖，给她多点糖。诶，爆炸！她刚被苦力怕炸了吧？难怪吃一堆糖。我梯子呢？梯子还没。好黑！嗯？我以前营地从来没插火把，为啥？女仆没跟上来，女仆太笨了。上来，女仆不跟上来，我没有安全感，太恐怖了，这世界。哎、欸，哇，好多怪物，好多怪物吧，在攻击安德、欸，哎，好笨哦、喔，一堆异变生物攻击安德，然后全部被安德反杀了。笑死，安德好强！安德过来喽！安德不会过来，安德会被我的女仆斩杀。安德好像掉到水坑里面去了。安德还好吗？有骨头和现实。哇，我的女朋友下水了！不要这样子好吗？哦，上来了！我吓死了！旁边一直跑出来，是怎样？好像有人入住了，然后被杀害了。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我要去把那个解决掉。异变奔驰者，有个叫异变奔驰者的家伙在到处乱杀人。应该是在这边吧。通常之后这边会有村，会有其他那个村庄的人呢、啊。去断工，哇，铲子不错哦，好铲子，谢谢。哪边啊？坏人在哪里？坏人，哦，一棵树。等级三，哇，有点帅啊，等级三。哦，90血，抓起来。九十血打不赢啊！这两个，我怕会输哎、欸，所以我把他抓起来了。三级的树哎、欸，可是我想把它消灭掉试试看、欸，毕竟女仆这么强，然后瓶子拿走了，看女仆强不强。出现了，就这只，就这只，秒杀！我觉得可以，我就打得赢。女仆好强哦、喔，好试试看，来打哦、喔。我在后面射箭。哦，对啊，女仆会吃糖补血。嘿嘿。16个，17个，18个，
19个，干嘛？17、18、19，16个，16个吗？又剩到最后了，16个就他的。哎，兔兔可以吃小麦，之前明明不行。可能他之前想吃甜菜根，然后发现我都没有甜菜根给他，他就想说："好吧，那就吃小麦吧。"找农夫，农夫。直接换包，关系我还马铃薯。嗯，马铃薯不能换的，换小麦。了解です。耶，换包，沙尘暴。女仆能帮忙铲的东西最多的就是农业了，养小鸡。这个模组的加持下，小鸡超难养的。怎么受伤的声音啊？我靠！蚂蚁，我天啊！蚂蚁在挖我家的屋顶，在孵蛋，公鸡在孵蛋。哦，对，想起来了。想起来，兔兔说它可以吃到小麦，所以要喂它小麦。兔兔小麦哦，会钓鱼的东西蛮赞的，应该要安排个女仆继续钓鱼。一脸奔驰的，什么？哎呦，我去！零。嘿嘿，让猫咪去钓鱼。嘿嘿嘿，钓鱼，好，去吧，去钓鱼吧。你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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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问你？花田，哦，变更皮肤，在这边，好像该给他一张床，得到了，哇，需要召唤台，结果超难的那个床，我敢杜夫森，三个命名牌，耶，可以命名了。命名吗？难点来了。嗯，
我跟富士山。 直播间，<笑>西施美女仆直播中，哇，什么鬼？哇！ 天啊，好多只！嗯，居然在这种时候来袭。 强。 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我的 no 了解です。了解。